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第二十九届所有贤士同修，啊，今天我们在台中道场上课，转播到各分寺道场。啊，台中道场由袁毅有校长来转做法轮。啊，袁毅校长跟我的结缘，在民国七十六年就跟我续前生的缘。啊，当时。啊，我在台中五权五街精修院，他每到晚上，啊，他和太太两位车子开了，就来五权五街泡茶，好啊，这个泡茶呢。啊，有一个功夫啊，所以我在一直在想，这位先生怎么每天晚上一到十一点他就来了，啊，就泡茶，泡好了给我喝。那时候啊，我还在接受人家问事，问完了就换他了。他留到最后，到早上都两三点、三四点，啊，被他的精神感动了，所以我在跟他啊这个谈心、交心的时候，原来他有事情，啊，有求于王禅老祖。就是风水学的问题，所以过了一年多，好了，我就主动要求，我想到你草屯工厂啊，饮水机的工厂，我想去参观，去拜访，啊，因为啊，圆义法师校长。他开始是皈依卢圣恩院啊，活佛门下啊，在学道，在陶养心性。我从袁毅校长他的讲话谈吐之中，我就可以了解到卢圣恩老师啊，活佛呢。他教弟子，他的严格性，啊，他的这个礼啊，礼貌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与他续上前生的缘，就珍惜到这一生的缘，所以在啊，我拜访袁毅校长。他的工厂之后，我发现，
啊，这是这一位先生老板非常谦卑的人，而且很懂得礼貌，技术高超，在饮水工程方面啊，他是有独特的智慧和独特的技能，所以我们就续下这前生的缘，珍惜到这一生的缘。啊，这么久来，我和我们的第一届、第二届及各届的同修续前生的缘，珍惜这一生的缘，只有圆寂法师，他是最永恒。啊，这一点呢，啊，我常常啊提出来给各位同修啊来了解，爱会听话，会听话。啊，不是说你要听话毕恭毕敬的听师父讲，这样就这样，不是这样，要会听话。啊，所以圆寂法师呢，啊，他一面走，一面学，一面修，一面行。啊，他证道了特别的多，他所学的也特别的多。我将我所修所学，请人相授。在今天圆寂法师，我才看中他，请他来担任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校长。啊，这个是有续前生的法缘和珍惜这一生的法缘和珍惜未来生的法缘，法缘永恒不断。所以我在这里勉励各位同修们，你们既然进不入中文来学道来学修啊，我们就要有那个信心，要有那个恒心啊，不要半路啊到处学，有到尾啊还是乌乌鸦鸦啊。尤其在这个易经风水学方面和宗教融为一炉的现在啊，社会上奇形怪状的绝招特别的多啊，所以我们有很多啊同修呢啊跟着我第一届啊开始235位，到最后结业了刚好就只有30位，平心闲事24年啊，这30几位呢也都升任为法师讲师啊，共转这个天下太平的法轮啊，所以啊我也很钦佩圆寂校长啊，他的恒心，钦佩他的用心，才有今天易经大学产生了校长这个明显的贤士同修啊。易经大学所学的是易经风水和宗教这三宝，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各位来谈解啊，维新圣教风水学的法脉延年啊，希望各位同修啊用心的静心来接这个法，则各位前途无量啊！祝福各位。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本维新正教易经大学风水学和易经学以及宗教学这三宝，是创世纪五千年来第一所大学，在本维新正教王禅老祖他的天威庇荫之下，利人利天利众生。所以老祖开示维新正教的易经大学，是未来世界和平的基础学学基础大学那么我们首先易经风水和宗教易经就是对待论，风水是环境学，宗教是心灵学，这三宝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是五千年来第一所大学，由王禅老祖道家慈航所创办的。而老祖开示社会不平安首先要探讨易经的对待论善因善果，恶因恶果，这是易经的哲理风水学是环境学一家公司或者一住家环境不好的话，事业绝对做不好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再来就是宗教学心灵学两个不平安，心灵一定会乱，社会也就会乱，这个是非常的明确所以当时我拜访严毅校长他的公司工厂叫三榜有限公司我一看他的这工厂经过改了改修了修，我发现你这个改了没有改到正中心点所以还有修改的空间再加上你的工厂有安了一个石头泰山石敢当，这个泰山石敢当呢不是安在房子内的严毅校长他所学的，人家就指点他要把这个泰山石敢当呢安在办公室的入口处，结果以我所学所研究和我的灵感这一个是不行，泰山石敢当
你的房子里面没有煞气，煞气是在外面。啊，既然在外面呢，啊，这个煞气让它进入房子里面，你再安再大的泰山石敢当，还是没有用，因为泰山石敢当，啊，它是一个正邪，啊，是外在的正邪，内在的正邪。啊，你不能安这个，一安呢，啊，那员工啊做事情就会颠三倒四，所以袁毅校长呢，他就接受我的建议，把这个拆除，把它奉送回归本位。石头既然你排上去了，啊，你要奉送。必须要有一个法仪啊，所以袁毅法师啊，他呢就接受我的建议，将泰山石敢当呢啊，将它啊拆起来，然后改大门，他的大门啊，外面的环境非常的好。猫罗溪的水啊，往他的工厂来，啊，非常的好，所以啊，我就建议他把大门啊方向改了，改望山望向。所以袁毅法师他就把大门改了之后，啊，他的生意。事业开始蓬勃发展，啊，袁毅法师呢，啊，他也很慈悲的，他既然师父帮我忙，啊，我赚钱的时候，我一定要买个好的手表给师父戴，那时候我戴了一个手表只有800块。啊，有一天他就特别要到我的家来，拿出了一张裸一个裸裂的表给我戴，啊，给我戴呢，啊，我就戴也戴不习惯，因为我平时啊的做乞丐习惯了，一下子你要让我的，当富有的富有人家，啊，都不习惯，啊，再加上，啊，一戴了，啊，在电视一播出的时候，啊，有台北市警察局，啊，就刻意来问我说，哎，张先生啊。啊，你怎么做那个生意那么好赚哟？啊，不然怎么会戴这个裸裂的手表？我说不是啦，地址送给我的，因为他的公司工厂啊改善了之后啊，生意大发，这就扭转乾坤啊！所以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的啊奥义在这里呀、啊！祝福各位。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你们进入这个门，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中文它的根源，所以我们这一节要来追根溯源。啊，目前
我们要盖维新大礼堂，整个的建筑设计我就仿照日本来台湾建设的总统府、总督府的造型，而且这个造型正符合本法门啊，这个风水学、易经和宗教三合一的格局呀、啊，所以我盖了啊这一栋啊维新圣教大礼堂的原因，不是要带领所有维新弟子大家来共高，而是让所有维新弟子大家要了解啊本法门的来源是从日本啊到现在来，从日本啊占了台湾之后啊，就在台北市要盖一栋啊他们的总督府，预计50年后啊可以日本久居在台湾，没有想到天意啊不容啊，人要有守信，所以刚好50年啊日本就被美国啊这个轰炸了啊，这个日本来台湾建设总督府啊，他们派了一位工程师懂得风水学的要领，所以 啊到台湾来在台北市建设总督府啊，总督府这一位工程师他要租房子就在台北市，他看到啊这一位啊房东啊很诚实，所以这一位工程师他就将风水学的奥秘，就风水学啊他的哲学，山川灵气的哲学传给我们台湾这一位房东。啊，台湾这一位房东呢啊一看到有这一个太庙的风水学啊，所以就很用心认真的学啊，认真的学呢啊，到最后日本战败啊，回到日本去了啊，那么这一个风水学啊，山川灵气哲学啊，就留下来了。这月房东就开始为各界亲戚朋友看风水、看住家、看工厂。啊，当时在台湾，这一位先生也是赫赫有名的风水大师，山川灵气哲学的大师啊，所以这一位大师呢啊，他有一天啊去参加啊一位喜宴，啊邱老先生，我们的祖师邱老先生，因为他结婚6、7年都没有办法怀孕啊，所以邱志堂祖师爷啊，他就去参加这个喜宴，
啊，听到隔壁一桌的人在谈风水学，所以邱志堂祖师他就去拜访这一位大师。这位大师也是很有慧眼啊，所以就看到邱志堂先生，他说你家的祖先风水有问题哦，葬在哪里？他说葬在普里的观音山。他说普里观音山在水边这边的话，南边的话，绝子绝孙啊，所以邱老先生我们的祖师吓了一跳，既然这么准啊，就开始去请这位地理师啊帮他去点他的祖先的风水。果然这个风水挖起来之后，里面都是水，都是蟑螂啊，吓了一跳。所以邱祖师呢啊，他决定要跟这一位地理师要跟他学，将山川灵气的哲学要学好，要利益大众。所以我们的祖师邱志堂祖师呢，他就把祖先的风水圈起来，改葬在台北观音山狮子头山下头的所在，向对台北起来啊，这万水朝中，九龙戏水啊，这个宝地呢啊，所以坐全山巽相兼害啊，葬下去第二年啊，我们的祖师啊的夫人就开始怀孕了，第三年就生了一个胖宝宝啊，所以我们的祖师就化验要跟这一位风水大师要跟他学，要学，然后来帮助好多不幸的家庭啊，所以这一个风水学的根源是从日本啊，在秦朝时候，秦始皇起霸道，起无道啊，要将徐胡把他宰掉啊，所以徐胡的叔父就是鬼谷子，鬼谷子王禅老祖交代弟子他的徒弟赶快迁到日本去，然后将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学的奥秘带到日本去发挥发迹啊，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学的奥秘啊。祝福各位。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第29届所有贤士同修，我们继续来为各位阐解追根溯源。本法门是一个神圣上天所赐给我们的妙法。回顾2300多年前秦始皇的时候
他的国师徐福当时秦始皇要对徐福展开斗争，所以鬼谷子的徒弟徐福鬼谷子的王禅老祖就交代徐福赶快跑，日出东方一点红，往东方那里有仙丹去那边炼丹采药所以才有今天的鬼谷仙师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炼丹采药正金刚不坏之身。秦始皇得到天下就怕死，怕死呢鬼谷子看出秦始皇他的心理在作祟，所以告诉徐福赶快溜假借太阳东方出来的地方有仙丹，所以徐福开始就先到日本，经过佐贺，佐贺呢登上日本九州发现那里的气候非常的好，所以也不能没有回来交差就回到中国来跟秦始皇说在那里可以炼丹采药，要500童男500童女到日本佐贺的地方去那边可以相对炼丹秦始皇信以为真，就派了500个童男500个童女3000个大人浩浩荡荡出发到日本东营去那边炼丹采药，结果一去不回，等到要回来了秦始皇已经死了。所以秦始皇呢他49岁就死翘翘了徐福就开始在日本将易经风水学和工业农业医药在日本发展，才有今天的日本医药工业这个风水学的文化这么的发达。所以日本徐福在日本定居之后一天一天的茁壮当时呢徐福他就将这个风水学山川灵气哲学交代给那个他们的后代，尤其徐福跟他们的后代开示说未来有一天日本会发达强壮起来，绝对不能回去打中国，要追根溯源，饮水思源，若是回去再打中国的时候
必超天诛地灭，天诛地灭啊！所以日本啊一直的发达啊，到民国初年啊已经非常的发达啊，所以占了台湾之后就要在台湾定居，要建设啊一个总督府啊，所以啊我们现在的总统府就是日本的工程师所建设起来的，很庄严啊。没有想到天道啊不能违背啊，当时八年抗战，就日本人他们的武力来侵犯中国啊，等于违背了当时他们祖先徐福尊人啊他的诺言交代啊，所以在八年抗战啊，莫名其妙去惹了美国，才被美国两颗原子弹，啊，一个天珠在九州，一个地面，啊，天珠地面刚好是两颗原子弹，差点把日本灭掉了。所以日本天皇一看到这个诺言，这个留下来的遗言，啊，在喊投降，啊，投降呢？那么今天我们在探讨，啊，大陆打败日本，究竟是天意或者怎么样，这个以后我们再来探讨来研究啊。天意不可违背啊，天意一旦违背了就会受到天诛地灭。九州广岛的两颗原子弹，一个是天诛，一个是地灭，所以日本的天皇看到了这个记下来的名言呢，就喊投降，无条件的投降了，才有今天日本还这么的发达。当时先总统蒋公这有好生之德，就没有以各种的方式来惩罚日本，日本才有今天的这么发达。希望各位同修要了解，祝福各位。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的所有贤士同修，我们在研究历史，在读中华文化一经风水和宗教，我们必须要很客观来理解啊，本维新圣教的法脉延年究竟里面所含的天机密是什么。所以我在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在探讨我们的法脉我们的法脉是由日本
我们的伙伴，第一是从日本，第二从民国65年在四川成都一位大师李蜀玉，大师他来台湾啊，将悬空学、风水学、沈氏悬空学从大陆带到台湾来，这个是礼器。啊，日本带到台湾来是鸾头，一个鸾头和礼器全部汇到台湾本法门，所以同修你们要学很多可以学啊，这个是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大熔炉在台湾，在你们现在所坐的位置，台湾的台中道场，这是很难得的，是天意啊，将这个妙法带到台中来，带到台湾来。我在民国61年的因缘去拜访邱祝堂大师，因为我家里很不平安，所以我就听人家介绍我去拜访邱祝堂大师啊，大师到我家里看我祖先的风水，看了两个门风水，都告诉我爸爸，这个两个风水里面都入水啊，八分。我说奇怪啊，土盖起来你怎么会看得到？他这个方位方向，就里面水要有7分8分，所以找个时间就把它挖起来。挖起来呢，果真两个风水里面都7分8分的水，难怪家里那么不平安。所以我才决定我要跟邱志堂大师啊，跟他学，学到民国65年的因缘，又从报章杂志看到一位大陆四川成都啊的堪舆学大师李蜀玉，他来台湾了，他是空军的上校来台湾了啊，他有接到中国啊，我们古德圣人的风水学大师啊，接到台湾来，他要在台湾广收弟子，所以我就抽出开了上台北景美啊，去拜访啊李老师啊，李老师看我的诚意啊，就要我拜师。当时拜师要黄金40两，我没有钱，他没有关系嘛，给你欠啊，你先学再讲。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学，
再加上邱志堂啊祖师从日本转回来台湾的风水学、山川灵气哲学啊的智慧，我合并应用，一个是悬空学，悬空学，啊，一个是理气，理气，啊，两位大师都有他们的专长，所以我就将两位所传到台湾来，啊，这个智慧、风水学、啊，易经，啊，我都很认真用心的学来研究，加上我学习测量工程、天文测量，啊，融合为一，啊，发现这两个大师对台湾有很大的帮忙，所以我才两位啊的理气和峦头啊风水学，我就一一的啊分门别类啊把它好好去学去证道去印证。发现平则平，有平的道理；富则富，有富的道理，都是从风水学来引起的。尤其啊，李守义大师啊，他的寻龙点穴的独门功夫交给我了。我也学了寻龙点穴，所以希望我将这一个读文的智慧啊，能够好好传下来啊，希望各位同修好好的啊来研修。那么现在我们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